看到彩虹啦！今天我们来探店这家蒙特利尔非常网红的 brunch。嗨，大家，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五。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我和朱老师，我们今天有点事情，所以下午请假了。我们一会儿办完事情就直接去开去蒙特利尔，很久没去了，所以想趁这个是长周末嘛，但我们就其实住一天而已，就今天晚上一天，明天晚上会回来，可以去吃点好吃的，稍微逛一逛吧。那我们就蒙特利尔见啦。现在已经到蒙特利尔了，但是就是还挺堵的，看前面又有一条红的。我找了一家泰国菜，就听说这家在蒙特利尔还挺有名，挺好吃的。他们5点半才开门，现在是5点12分。他们有推荐的这个 cocktail， 看这个。Do I have the pineapple fried rice? And the pineapple fried rice. Is that too much? I think you will be good. How big is the portion? Next salad is a small portion. Everything is too shit. Yes. Yes. So, after that, Tamiya will be a little bit bigger for the portion. And the pandan is a smaller portion, that comes with rice. And the pineapple is a big portion. That should be fine, right? You should be good with that.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是朱老师点的，这个叫 Bangkok Delight， 它是一整个菠萝，哎，你尝尝看呢。我还蛮喜欢我们菠萝的味道的，所以这个端上来我就觉得还挺好闻的。好喝吗？嗯，挺好喝的。是吧？它里面是什么？朗姆。Rum。这是我们的 duck salad， 用包菜包一点，然后就可以吃了。好奇怪，它是用这个白菜包的，还蛮特别的。就是那种泰国的 salad 一般都是有点甜、酸甜，然后那种咸的。你先吃，你先尝一口。好冰啊，这个。这菜是放在冰箱里的。好吃不？嗯。可以吗？辣的。嗯，泰式的那种。这个是我们的冬阴功汤，这个味道闻起来还蛮正宗的感觉，但是它是放在这种有点像老北京涮羊肉的那种小锅里。这个其实是那个泰国人用的。啊，我去泰国的时候没有用这个，哎，他们锅。真的吗？嗯。我们这个桌子太小了，都放不下。菠萝饭看着也挺不错的。Thank you. Sorry about the wait. No problem. I'm gonna put this here.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is is our ordered curry. Is it beef? Is it red curry?好香啊，我就闻到一股椰子的味道，配了一份饭。菠萝饭怎么样？非常好吃。真的啊？里面有大块菠萝。哦。看到彩虹啦。啊？
烧彩虹。飞机。飞机在哪？哇，我们看到彩虹啦！我们刚刚吃完了晚饭了，已经现在是7点，刚刚过一点点，我们准备去 check in 酒店。现在天还是挺亮的，我采访一下你，刚刚你觉得好吃吗？那个好吃的，那 pineapple fried rice 比较好吃。我喜欢吃那个红咖喱牛肉，咖喱好吃，那个牛肉感觉也特别入味，很嫩。不愧是我找到说蒙特利尔最好吃的泰国菜。酒店就在这同一条路上，还挺近的，就现在开过去估计就十分钟的样子。今天是周五晚上，就感觉整个还挺忙的这个路上。订的酒店在这儿，先进去 check in。这边堆的都是垃圾。这种downtown的酒店就是，好，下去了。好，口罩戴好了。我们是在这住过一次的，我想起来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箱子。还挺忙的，都订满了，订满了都。也不知道为啥，而且明天更贵。明天对，明天酒店很贵，所以我们才今天来的。我抱着朱老师的衣服。258。哇，我们的房间小小的这种。哦，这个牌子好像就算是精品。对，就精品酒店，有个小沙发，然后这个灯，水晶灯，水晶球，然后一个床。看，把灯打开了，就是这样。这边的窗户看到的是哪里啊？看看背后，没办法，不知道，好像夏天的蒙特利尔都特别火爆。这个是这个镜子，这个进门的左手边是这样子，这边是衣柜。啊，洗手间好小哦，超小，你看，就这样进来。站在这儿，就这边是这个洗手台，然后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淋浴，它
它这个是就是没有鱼缸的，就这样子，还挺小的，不过还蛮干净的。我们把东西放好了，现在准备出去逛一圈。现在天快黑了，但是外面那些商店什么的大概是9点钟关。我们准备出去，就是走过去的话，走到那些逛街地方可能也就10分钟，是不是？嗯哼，10分钟的样子。嗯哼，好，那就跟我们去逛逛吧。看朱老师真的是戏精的很。嗯哼哼哼，嗯哼哼哼，这么多人，你看。怎么这么多人？人多啊！人和车都特别多，这边。上一次我们来网圈是什么时候啊？啊？上一次啊？嗯。好久了。太久了。去年没来吧？去年没来吗？去年肯定来过啊。去年来过吗？来拿东西来的呀。哦，只是啊、哦，我们来拿了一个东西。哎，这还挺好看的啊、哦！好热闹啊！我们现在往回走啦，走这条看起来特别灯火通明的路，走花路。嗯，哇，这条路全是餐厅，天哪，这也人也太多了吧，全都是人啊。是你会买的盘子吗？这有在，它很多那种 art gallery 之类的，很多艺术品。好亮啊，它玻璃太脏了，都看不到外面，这个 view 不是特别好，但今天感觉阳光还是挺好的。把窗帘打开吧，现在是星期六的一大早，还可以看到太阳在这儿呢。太阳在哪儿呢？在这个地方。好，我先去洗澡洗头，然后我们订了一个11点的 brunch，准备去吃我们订的那家 brunch。 昨天我们车就是停在这儿的，酒店正门的斜对面。这边是本身是可以充电车充电的车位，但OK，蛮好的。Oatmeal latte， 然后这个是我的 mango smoothie， 这 mango smoothie 看着还挺好的啊。哎，这个管子搞笑了。
觉得这个就挺一般的，我觉得我做的还更好喝一点，就是这个咖啡是比较酸的，我觉得它这个 oat milk 也不是特别浓，感觉这个杯子为什么烫的东西要用玻璃杯装，我的手都烫死了，对，奇怪，不专业，这个特别特别浓，就那个酸的味道是我觉得是刚好的，然后它这个质地好像有点太厚了，我感觉。看我的小麦，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探店这家蒙特利尔非常网红的 brunch， 因为昨天朱老师订了位子，我们很幸运的就直接进来了，11点钟的时候等了，稍微等了一下下，觉得他们现在蒙特利尔每一家店就餐厅都需要看你打疫苗的那个证书，但是呢他也不看你的 ID， 就等于说如果有人没有打但是他拿别人的，就是如果有的话给店员看一下也是可以进来吃的，还是不要做这种事。看一下这旁边的这个环境吧，这家店很大，就是外面的座位很多，里面其实还好，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树的另外一边它也是一些室外的位子，我们这个是搭出来的一个那种阳光房的感觉。尝一块这个，这个是土豆吗？看看我们吃了多少钱，就两个人吃了89，就是加上小费。brunch 里面比较贵的了，因为它一份很大，而且里面有兔肉有鹅肝，所以价格一份就比较贵一点。朱老师点的那个鹅肝的是29一份，我点的那个兔肉的28，好吃吗？你觉得好吃啊？好吃的，拜拜拜。我们现在在老港附近绕了好多好多圈，本来都准备要走了，找不到车位。这边就是旅游的人比较多，还有讲解的。远处是那个圣母大教堂，教堂，哎，好高啊，我都没拍到顶，感觉。好多人啊。还好我们以前都去过啊。现在已经9月份了，但是今天还挺晒的，挺热的。啊，我们准备往灯烫去了。I'll say about 15 to 30 minutes of my time. No problem.Take a name and a phone number, please. So when the table is ready, we're going to send you an automatic text message. You can transfer to Castle, you can just call up. Okay, no problem. Thank you. 朱老师刚刚买的衣服，买了一件背心，羽绒背心。我们先去买喝的吧，太渴了，一直一下午都没喝。走。
Thank you. That's our menu right there. You just have to order at least one barbecue per person. You know that. It's same in Toronto. Okay. Well, you have to order at least one barbecue per person. So if you have two people, you kind of have to order, right? Yeah. And don't forget your mask on when you're leaving your table. Okay. And if there's still in the wait line, 2 hours is the maximum. Okay. No problem. Thank you.我刚刚看了一下，这家店是我们2018年在多伦多吃过的。啊，就是吃了三年是吧？吃个三年又来吃一次蒙特利尔。对，就是这种。这好一点，因为这个烟就直接吸上去了。对。就不会吃那么身上全都是味道。它里面还有冰块啊。嗯。Can I get beef boneless short rib, beef trunk steak?Yeah. Thank you. 很多人点两份肉都够吃了，我们三份肉肯定很饱了已经。好的，嗯，这些都是送的，这个是鸡蛋 ，kimchi， 这是什么？这是 corn， 里面是有 cheese 的，那边是 garlic。吃完饭了，我们走了大概20分钟。现在天已经黑了，现在是8:15，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可能到家要10点多了。那就一会儿路上拍点夜景吧，可能也没什么夜景，一片漆黑。先这样啦。我们刚加了个油，现在导个航，看，要2小时11分钟到家，到家是10:32。已经很晚了。